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我今天要做的是乐鱼视频手撕热搜。热搜许魏洲相关微博第一个问题：最想吐槽粉丝的一点是，我为什么要吐槽我的粉丝呢？我爱都来不及。么么哒。脸上的痘痘都是怎么去掉的？不要去用手碰，休息好，多喝水。这个人真的怪癖啊。我有个坏习惯，大家都不知道，吃完那个饭我总是剩完最后一口呢，我怎么都吃不下去。我晚上睡觉我会抱小毯子睡，比较有安全感。热搜许魏洲朋友和彭昱畅干过的一件坏事。我和彭彭呢是大学时候认识，我不知道他中学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坏事，这样问他。我没有干过什么坏事，我是一个勤奋好学，天天在编不下去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和朱元斌最近一次同床共枕是什么时候？上个月吧。只能睡在一张床上。我们没有经常这样，偶尔。不要告诉别人。最讨厌的人会迫于社交压力朋友圈点赞吗？讨厌的人就不加了嘛，干嘛要加的，是不是？微博热搜许魏洲想说，对于自己的时尚资源太好，许魏洲想说，大家就说我穿衣服啊风格啊怎么样，天生的。忘了我吧，即兴创作一句话爱情故事，我们彼此都放手吧，忘了我吧。内八周的称号，快看，我没有内八，以后我尽量对吧，怪吧。热搜如果许魏洲演唱会上想打嗝会怎么办？打嗝好像是没有，唱歌有的时候会一下下面一句就接不上了，那接不上呢我一般就给粉丝们唱。养的猫一夜之间变成了食人动物，变成人其实我还能接受，变成食人动物，哎呀我的妈呀。像我这种没有时间但是又特别喜欢的，就只能撸撸别人的猫。如果许魏洲见到查斯特，梦想中的场景可以是，哎，查斯特是我的摇滚的启蒙，梦想当中的话就是和他同台一块唱歌。如果许魏洲在娃娃机里看到自己头像的豹子，第一反应是啊，夹出来看看到底好看不好看，和本人像不像。许魏洲答粉丝问，不冷 ZZ， 他的问题是，宝宝三围和腿长是多少？三围我也不记得了，但是我腿长反正一米多吧。 Oh my Timmy， 周周银行卡密码多少？你这怎么会告诉你吗？上交妈妈，我都私下告诉你了。抹茶不加青梅，晚上会戴睡帽吗？尖角的那种。晚上不戴睡帽。给许魏洲的情书，会跳广场舞吗？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会跳。搜黄景瑜相关微博，巴西柔术被误以为女子防身术，怎么怼回去？可以通过单挑来解决。现在没机会喝野酒，会不会很忧伤？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嘛，平时可能也会稍微有一些空闲的时间，晚上自己也可以喝喝野酒。第三条是黄景瑜的 Billy 被 dis 胖，要怎么为他辩解？他是条萨摩耶，他不是胖，他只是毛太厚。黄景瑜的胸肌到底有多硬？你就想吧，看看能不能猜到到底有多硬。搜，黄景瑜认为，红海行动自我感觉最 man 的一刻是，因为我是狙击手嘛，所以有很多场戏都是以一敌几十人吧，不 man 应该是做不到这些的。出道之前做过最崩溃的工作是土质土壤的这个化验员的学徒，是特别特别崩溃的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上厕所中途要被要求合影，最想说的是，我想说能不能等我上完再合影。哪些黑屏看了想打人？黑的都想打。一个黑被称之为黑，首要因素就是因为他没道理。黄景瑜坦白说，
为什么给仙人掌取黄铁柱这么污的名字？我只是因为我的仙人掌长得像根柱子，然后又很硬，然后我又姓黄，所以叫了黄铁柱。没觉得这名字污啊？我看下一条，不经意间说话还会带丹东口音吗？我不经意间说话全是丹东口音，但是拍戏的时候不会带就好了。20年后会不会用保温杯？为什么要等到20年后才用保温杯啊？我现在冬天也用保温杯啊。到底什么时候会直播洗澡？会被禁吗？如何回应黄景瑜？私下的生活很无趣，说的就好像你很了解我私下的生活一样。在家玩有轮子的滑板车、摩托车、小汽车、手推车。一向更喜欢大姐姐，我想说只要是我喜欢的姐姐妹妹都可以，要不然我喜欢大哥哥小弟弟不是很奇怪。如何回应圆寸造型太丑？这个问题是谁写的出来？真的不觉得丑，而且我觉得特别特别方便，这个发型又从来不用打理也不用抽，实在觉得丑你别看了。黄景瑜台词太差，颜值来凑。有颜值还是值得高兴的事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台词差我会多多努力，但是颜值不会差，谢谢。搜黄景瑜打粉丝问相关微博。唯有葵花向日清晰。哥哥，你的柔术馆什么时候开张啊？有时间的话，有资源的话，有学生的话，我可能也会考虑开一下，因为毕竟是自己喜欢的一项运动嘛。好建议。头发摸起来是不是像小刷子一样的触感？奇奇怪怪的触感，因为剪得很短，你摸着又有点扎手，然后又有点柔软，又摸得到头皮嘛。但是我发丝比较硬，我好几次被我的碎发扎到手里边，然后在现场让工作人员拿那个针帮我挑出来，其实还是挺疼的。轩轩耳朵硬。黄景瑜8月就发了一条原创微博，问号摊手。是啊，对啊，怎么啦？实在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发。我的热搜撕完了，你们有更了解我吗？想要关注更多精彩，就来我们的乐鱼视频吧。